And also, she's from Switzerland. So we are from different races, but we can all praise God. So there's a last picture that I found on the internet. I really love this so much. That if we all know that what is the love that Jesus do, that on the cross, then we can all appeal to him, and also we can just come to him, that all the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just can have the same love from him and can love each other. And that is how beautiful it is. So this is my sharing today. So maybe next time I can share more about better things. So this is maybe just an interview, small introduce of myself and what I did before. Yeah, so thank you very much.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有没有人很想问问题？非问不可，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再次谢谢高慧。好，我们还会再机会再安排他在介绍他的其他的这个旅途上面不同的一些故事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想要先分组一下。可在之前，我想要先讲一下说，以后我们的地点呢就会固定在这。 那如果您有介绍新朋友的话，就麻烦您也跟他讲，是在地下室这。还有刚才提到这个表格，您在分组的时候，麻烦如果您上次没有提到的话，麻烦您可以留个资料给我们。我们有聚会的更动，或是有些新的节目可以介绍的话，我们就会寄给您哦。还有下个礼拜的主讲人是就是参加维林西这个信仪。 心仪姐妹，她会来介绍她在UCLA，她认识这一群同工，然后开始这个赞美之泉的这个 CD 的制作的开始。那也是很精彩，我觉得每一次都是一个布道会哈。最我们欢迎就是你也能够邀请弟兄姐妹或你们家里的朋友一起来听。好，那我们一起来个祷告好吗？哈，既然牧师在这儿，前面两次牧师都不在，这边牧师带我们祷告中文。<笑>请牧师。牧师什么？不知道。刚刚前面就来了。 这是我们谢谢你，我们希望能够如同在生命当中是一个基督的仆人。我们也应该在这条道路里面，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尝试要侍奉，尝试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遇到很多不是如我们想象的，不如我们意的。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有基督的心智，有基督的生命在这条道路里面。 相信有一天，基督馨香之气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很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所听到这许多美好的故事，也看到很多人不同国籍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报酬，能够在一条侍奉的道路上一起同心。我们看到生命在这个宣教道路里面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鼓励，也希望在以后道路里面。 更多的使生命成为一个侍奉者，而且是完完全全委身的侍奉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也保守高会在前面道路里面，不管在全时间的奉献跟预备跟将来道路，都主你自己亲自相信来保守，相信以前你怎么来预备他，以后加倍的祝福会在他身上。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OK，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分组，跟电同一组的哈，想要全英文的，或是你。